三段，第一段四个八拍，第二段跟第三段两个八拍哈。一开始 W 是面向方向线，好，右脚出右脚哈，来慢走两步，来慢走两步，踏点踏点，再慢走两步，踏点踏点，再慢走两步，踏点踏点，再慢走两步。好，这样子的动作有六拍，对不对？做五次，五次之后呢，再向前两步，一步并，就三十二拍，就四个八拍。因为你如果要数那个，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来数的话，中间就比较难，所以我就把它分成五个六拍，再加两拍，哈。来，我们重来一次，来慢走，预备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二三四五六，走并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时候要面向圆心，走并要面向圆。第二段的时候来侧后侧前并，侧后侧前并，也一样做啊，两个八拍哈。来侧后侧前并，来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第三段向方向线，手放下来，好，就是慢，快快慢，快快，好，来来去，一二 and 三四 and 五六 and 七八 and 八，二 and 三四 and 五六 and 七八，好，然后就又从头了。第一段面向方向线，走两步之后面向圆心，有一点四十五度角踏点，踏点，好不好？第二段的时候呢，全部面向圆心，侧后侧前并。第三段呢，方向线，快慢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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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可以吗？然后第一、第二段手全部 W 五支，第三段手